芊芊，好久不见！谢谢芊芊的真心告白，啊，谢谢你，嘿，谢谢，好久不见呢。你知道吗？昨天有人取你的名字。害我以为是你，我还吓到，想说，嗯，为什么？不是应该是星期四来吗？怎么昨天出现的？结果原来是别人冒充你的名字，吓我一跳。谢谢阿爸金斗鱼，乔纳森晚安。对啊，我今天收马尾了哟，而且是高的，高收马尾。你们昨天不是有说想看？我记得好像是艾斯说的吧，但是艾斯今天好像不能来，没关系，给你们看。Hello， 叶枫，晚上好。我满脸问号，昨天好像是骷髅吧？他就取你的名字，我看到我就以为是你，我还吓了一跳。Hello， 琪琪哥。谢谢琪琴哥的业障重，怎么会呢？有没有很可爱？我今天直接年轻，有没有年轻十岁这样子？像国中生，我可以当乐乐，我可以当乐乐，对，我可以当萝莉。Hello， 修哲晚安。Hello， Happy Love。刚刚在高速公路车祸，哎，骷髅吗？啊，小心啊！还好吗？还好吗？有没有怎么样？好危险哦，要骑车小心呢。浓眉，好久不见。Happy 乱没改名，你要改什么？假芊芊吗？谢谢奇琴哥的金斗鱼，够年轻了耶！ Yeah! 我要当萝莉，还好。哦，车子坏掉是吗？啊，人没事就比较好啦，对。人没事最好，人没事最好。我打个电话，等一下回来。好的，好的。有看到 IG 吗？啊，修哲有，我有看到你传给我的，很好看哎，谢谢你，谢谢修哲，谢谢你做的衣服。Hello， 孙少凯。Hello， 我今天是国中生李卡，有像吗？有像吗？装的还像吗？有感觉吗？还是不够，看起来还是不行，对不对？不能当国中生。从前打靶，哎，我也打靶过哎。我之前高中的时候，有学校有规定一定要去打靶，超恐怖的哎，我真的觉得很恐怖。谢谢乔纳森的金斗鱼 ，Hello 黄鱼。Hello， 李卡年轻十岁，大家都成了乐科了，太好了！我可以当萝莉，有打中吗？哦，我超幸的，我真的很幸。我那个时候是就高中有规定一定要打靶，你要去打靶是真枪哎，步枪，我们拿步枪哎，超恐怖的，我一直超害怕，我会打歪什么什么的，我真的是整个都不敢动，就是有那个有士兵吧，就是。教官之类的，就是会带着我们用，然后他就跟我讲那个手要放前面啊，然后这个什么要扣扳机什么，就很恐怖，我就超级不敢的。然后他说一个我就动一个这样子。谢谢龙哥新之冠，谢谢，真的我觉得打靶好恐怖哦，就超级怕了。然后我记得就是不是有那个前面会贴纸一张纸，然后一圈一圈一圈，我都没有射到中间，可是我好像有两发，总共好像十发，我好像有两发还三发有中到圈圈里面这样子，其他都没有中，我超惨，我真的超幸的，很恐怖，我一直手超抖的，不敢乱动，很恐怖哎，而且那个后坐力嘛，就是我一按它还会这样，就是往后打一下，很恐怖。超怕的，我国中同学好像有这么高的，真的吗？像我这样的吗？像我这样的萝莉，
高高的萝莉。感谢卡丘的枫叶。Hello Hello Hello 黑哥 ，Hello 咪咪，我打靶没中，真的、哦，我好像有中三靶，但是就是只是在刚好有中，不是中间，就是真的是很难得有中到圈圈里面这样子。Hello Hello， 玩靶啊，好厉害啊、哦，黑皮佬有那么会，我超逊的，我们高中都没打靶，只有打七弹，我们是国中打七弹，然后高中打靶，真的是我都不喜欢。我那个时候去打七弹，然后打完就是我被打到，那好痛哦！我就被别人打到，然后好像手吧，然后我就哦切超大块，超痛的，淤青很久才好。我觉得怎么那么恐怖啊！我不喜欢，我不想要那个跟枪有关的都有点恐怖。黑哥晚上好 ，Hello，Hello 你好。嘿、hey,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黑哥 ，Hello， 龙哥，谢谢龙哥兔哦耶，可以当兵了？你说我吗？你说我只中三发可以吗？不行吧？我觉得我很不可以。好怀念打靶。哎、欸、，Hello， 建勋，嗨，天天，谢谢黑哥的魔杖。Hello， 建勋，晚上好。扇子可能来不及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到时候再给我看就好。趴着，对对，趴着打靶，趴着打的。很恐怖哎、欸，然后还有那个，就是有烟的味道，会有一点烟的味道。谢谢班听师 ，Hello 桃花哥 ，Hello 打七弹，打七弹会黑青，对，真的，我就被打到啊，我有个同学被打到耳朵哎、欸，然后他耳朵也是黑一块，很恐怖。枪底好就可以了。啊，这边是不是就是靠着嘛？对，好像是有靠着，就很恐怖。我的学校的公训吗？好像是吧，就是规定，学校规定每个人都要去，然后我是女校嘛，就所有女生都在那边，好恐怖，好恐怖，大家都觉得很恐怖。当兵打靶都满靶啊，真的、啊、好厉害啊！中最中间的没有，我都中外面，我好像中那个就是不是最外圈，我是最外圈的。里面三圈就是第一圈，最外圈是第一圈嘛，第二圈、第三圈，大概第三圈的地方，我记得好像中那个地方，然后中间就都没有，然后其他子弹还不知道飞哪去了，就那个时候拿起来看就，我为什么只有三个洞啊？然后我旁边的人就说，我八个哎、欸，然后他就他有八个，我就说，那我其他子弹飞哪去了啊？然后他好像说。那个时候我旁边的就跟我说，可是他记得他没有射到八个啊，他就说可能是我打到他那边去了，这样子，可能是我的子弹打到他那个纸上，所以他那个纸上就多了几发，这样就是我打过去的，因为他根本没有打到，他根本就没有中八个，然后可是他的上面有被打过八个洞，所以他就说应该是我打过去的，这样子就好，很恐怖又很好笑。射中粉丝的心哦，我要学习是不是？好，我会学习一下。我也玩过一次氢弹，啊，好痛的感觉。你说氢弹哦，好痛哦。可是不是会戴那个吗？安全帽，打到隔壁去。对啊，好笑，也很准，可是瞄错边，这就不行了，这就不 OK 了，差太多了。这个就不准了，投错篮筐的概念。对啊，乌龙球也不行，这样不可以。有戴面具，我那个时候戴什么啊？忘记了，我记得是头也有保护的，不记得是安全帽吗？像安全帽的东西吧。啊，你戴面具还要被打到头，好痛！那个时候被打到手，我就觉得超痛的。钢盔跟防弹背心，好像是这样子，好像是。可是手啊，我记得啊，就是像，就真的很像安全帽啊，只是刚好就是耳朵这边没有挡，没有防到，然后我同学就被打到耳朵，就超痛，欸、他还哭哎、欸，我同学还哭哎、欸，被打到的时候他还哭，
就突然蹲在那边哭，超级可怜的。看到他哭，就觉得啊，我不想打，我想出去。打到别人的吧，很赞吗？不行耶，超不准的。Hello 水锤，欢迎南曼真。可是女生也要打靶？有啊有，我们女校规定要打靶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要打。昨天我们打靶，有人没滴好，戳到眼睛，哇，哎、欸，这超痛的，直接淤血啦！啊，好可怜哦，会不会瞎掉？好痛哦，好可怜。我也以为只有男生要打靶，我本来也以为只有男生要打靶，所以后来我们。学校说我们也要去打靶，我们所有人都觉得很就是意外，怎么会我们也要打靶呢？这样子就很就觉得好恐怖、哦，打靶呢，直接肿起来啊，好痛啊，好痛哦！光想象就觉得很痛，会不会流血啊？啊，好恐怖哦！打靶昨天在直播室打到了，真假？他讲什么？他讲什么？哎、欸，对，你们跟他说什么啊？你知道吗？爸爸昨天晚上突然间密我，他就说他密我说小火车是什么？你们跟他讲了什么啦？真的是昨天晚上突然间密我，我觉得他怎么会知道这东西？是谁去讲的？什么小火车？不要教坏人家，人家是小孩耶，不可以。不敢想象这画面，真的感觉就超痛的啊！昨天有什么精彩的梗？没有啦，呵呵，那之前讲过了。阿里山小火车吗？你们是谁去跟爸爸说小火车啊？我真的是，然后我后来还解释给他听什么是小火车，然后他就说他就说我可以出一本书了。爸爸就说我可以直接出一本书，那个书名叫做《怡真的十种偷窥方法》，真的是，哎呦，你们不要乱教啊！真的是，不要跟小孩子说这种事情，他还小，不可以。防护小火车，我平常对爸爸做什么？我平常没对他做什么？他到底说什么啦？怎么了？小火车到底是什么？哎、欸，你也不知道、哦，我要再解释一次，我不想解释、欸，你们不要知道比较好啦，真的是，这个是，乖小孩不会学的那种，觉得不用学，觉得一阵不止十种方法，哪有？我那么坏吗？奇怪，不对吧？嗯，啊，卫生纸。Hello， 阿贵仔，就是那种会进警局的方法，是没错。再解释一次吗？你们想听吗？嗯，要从……哎、欸，对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一开始怕爸爸听不懂，你知道我还画示意图给他看，真的是，我还画了一张示意图给他看，我觉得超好笑，我觉得画超好的。不要丢那么快，好不好？你就那么用力啊！这样子才会挤啊，才会挤。我是坏小孩，我想听，听不太懂昨天在干嘛。啊，昨天就是讲怎么样？昨天就是有人，哎、欸，是谁先？好像是艾斯吧？他就先讲到小火车，然后就有人问小火车是什么。我想看示意图，可是我现在没有很多颜色。我那个时候用很多不一样的颜色画示意图。我不能玩生存游戏，我会违反规则。哇，塔瓦哥，嘴巴怎么甜？像我们不要带坏小孩，结果我因为他一直问呢、啊，我想说，好了算了，就跟他讲一下好了。我还画示意图给他看，真的是，我觉得我画得很好，但是我是用 IG 画的，不能再开了，那个开不起来。好，我简单画给你们看好了。我先喊一下
的小火车，我在认真画我的小火车。小火车，好，大概就是这样。这是要干嘛？这是小火车。就是呢，衣服好可爱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超爱这件衣服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小杰，小杰超可爱的，我超喜欢小杰的。终于有人发现我可爱的小杰，就是这个。这是成员们，就是那个时候好像是因为快闪吧，就快闪的时候不是成员就站一排很近嘛，然后裙子又很短，然后我就说可以买那个玩具小火车，就小孩子的玩具小火车，就摆在他们的前面，轨道摆在他们前面这样子，然后小火车就开始跑，然后小火车上面再加一台 GoPro 这样子，加一台 GoPro， 然后让那个就是 GoPro 就这样往斜上方找嘛，然后就小火车这样子跑过去，超完美的看风景方法，有没有？而且小孩子就可以做到了，小孩子只要有这种玩具小火车就可以，这个是 GoPro， 这个是 GoPro， 这个东东是 GoPro。就架在这边，这小火车让他一路跑过去，他们裙子就很短啊，谁叫他们要穿那么短？怎么样啊？真的是我超聪明的，爸爸叫我要出书，真的，我觉得我不行。以正通会小迪的一百种方法，我才没有嘞，没有，不要别闹啊！你们别闹别闹。懂了对不对？有没有？可以哈。解释完都会发现比想象的yeah， 我很聪明耶，我很厉害耶，有没有？我的方法都还不错对不对？而且很省成本耶，小成本就可以做到的事情。你不要乱弄啦，给我这什么啊，好吵啊。等你来，谢谢你，你唱歌好听吗？下次我这样做被工作人员出镜，你可以啊，你说啊，你说是我教的，没关系。小火车拍摄那种，真正在录影也会用到。对 啊，我放在那个啊，我放在那个啊裙子前面啊。演唱会前面都有大火车。啊。啊，隔壁 ED， 我想说，日本から見てます，ありがとう。握手会就决定带小火车去，不行，你们不可以这样子。等一下你们被抓，我救不出来，我没办法救你们，我很无奈。可以远端遥控，哎、欸，对啊，远端遥控，哎，这样就抓不到哈。然后那个档案是直接传到自己手机这样子，然后东西就那个小火车就送他们。日文解释小火车，我不会。那个我不讲，好难啊。胸章那个小杰的攻击。哪一个、啊？我印象深刻的是第二集，我觉得第二集小杰超猛的，小杰整个开外挂，嗯，他吗？可以啦，我觉得这招很好用哎。对啊，就45度角架在小火车上面，然后让他自己跑这样子，有没有？还不错，还不错啦，还蛮聪明的。我的示意图，我觉得我示意图画的挺好的。我那个时候还有帮爸爸分颜色，我还什么小火车画橘色啊，轨道画黑色啊，然后GoPro画绿色什么的，我还帮他分颜色让他看懂。Little Train， 小火车日文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那个地铁。新干线我知道，新幹線，我那个我知道。
车吗？日本不就是新干线跟什么地铁而已吗？好像没有火车啦，火车是台湾的东东，是吧？是吗？最糟糕的是，那么认真的一阵好赞啊！我有创意，有创意啦！日文火车日文叫电车，哦，就是电车。おもちゃ電車，这样对不对？玩具小火车是这样的。小杰的攻击，台语版的那个，嗯，那我们可能看不一样，我不知道这个。警官火车要慢慢，就是要慢慢开，对，那就是要慢慢开的。新干线太快了，不行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们有没有预习啊？应该可以这样说，おもちゃ電車。你们有没有预习啊？我之前不是说我要拿那个日本成员的照片给你们猜吗？有没有人去预习一下？猜不猜得出来啊？先给你们试试看好不好？给你们看看那个眼睛部分就比较好猜。有没有人预习？还是大家都没预习吗？好坏哦！怎么不乖 ？AKB 啊，这眼睛你看得出来吗？老司机，不要乱讲！哎，对，哎，好厉害哦，看得出来哎，对，是马悠悠，你们好强啊、哦！这个哭哭脸，不开心脸。只有眼睛摸，对啊，我就是这样子，那个一块一块看，也不开心脸得分。你的名字叫什么？你有没有名字？你看我们的猜谜，大家加油！哎哎，你是西西，你是西西啊？西西不是出国了吗？听说西西出国，听说西西出国了，对不对 ？Hello Ben，Hello， 芊芊集合体该出动了，对，芊芊们，听说，对是吧？我记得有人跟我说，但你出国了，但你去哪里呀、啊？你去哪里啊？听说是去。有点久是不是？今天双马尾，对啊，我今天双马尾耶。有没有年轻十岁？去日本？去多久啊？我忘记谁跟我讲，好像说你参加舞蹈活动是要去有点久是吗？西西得分。变八岁，没有八岁太小了，大概十四岁，一年多，那么久，好久、哦，哇，工作吗？应该是啊，应该是工作。那你这样还可以看直播，我还以为你会很忙，连直播都不能看。下一题，我们来。这个看出来了，这不是，这是，我在看，我要提示，你们先猜，实习，哦，难得休假，哦，谢谢你休假来看我，谢谢 Ben 的 Love You， 哇，实习很辛苦哎，会很忙，不是实习，不是天气，乃木坂的。谢谢 Ben 的 Love You， 看出来了。其实我一开始也没看出来，我觉得这张照片好像，我觉得这张照片跟他平常没有很像。啊，对，白石，你们好强啊！嗯，白石吗？没错 ，Ben 得分。
厉害嘛，很会很会。超甜的芊芊是我的，谢谢芊芊的，超超喜欢你，这是 Happy Love 对不对？谢谢，哎呦，谢谢 Happy Love， 小超超喜欢你。没饭呢，木板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大部分还是 48 group 的，哎，这个啊，这很好认哎，是嘴巴，我觉得很好认，看得出来吗？谢谢健身的枫叶，会不会太亮？对，对，是马宇，哎呦，好厉害呀、啊！不是说眼睛没有，都有，全部都有。一开始先眼睛，现在要开始其他的。我等下还会有刘海跟鼻子。我手机掉了。鼻子最难。刘海是要逼死谁？刘海也很可以，好不好？你今天发型有点厉害，你说双马尾吗？谢谢啊，我有点秃头，我觉得拉黑用力。我以为不会出第二次麻油，没有，谁说的？我随便拿，我现在是随便拿，随便抓，什么都有可能抽到。哦，谢谢万德新之冠。哦，谢谢。我现在随便抽，给你们看，我一叠。一叠。我现在是一叠随便抽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会抽到谁。一大碟随便抽，超多，真的很多。这个看得出来吗？谁的眼？谁的嘴巴？没有，我觉得我可以跟他合体。有心之冠的不要紧，飞鸟不是飞鸟啊，这可能有点难猜，就是我是 因为 Produce 48我才知道他的 AKB 的，有没有可以，对不对？合在一起的。我是因为那个 Produce 我才知道他的，原本不知道，原本没有知道他。哦，健圈两分，很难吗？真的吗？那么难？还行啦。看来跟我知道会里是不同人。不疼。国民女儿，她很可爱，她超 Q 的，喜欢她。Hello，Happy Love。
先选两分的，目前第一名。好，我再随便抽，我都随机抽。我等等回来哈 ，OK。他第二的，你一提示我就知道他了，超可爱的。来抽一张。我一直拿到同一个人的，啊，这个。千千合体加油，哈哈，对，加油。这是也是奶团的啊，好不搭啊，算了，他眼睛不适合我。眼睛不适合我，哎，好厉害哦，对，对，西野青睐，哦，西西也很强嘛，西西的很好。厉害厉害厉害，好强啊、哦！七蛮明显的，真的、哦。这个呢，再看得出来吗？这个也蛮明显，我觉得，我觉得很明显，我自己觉得。现在好像毕业了，哦，对，他好像毕业。没关系，我现在就是。就是曾经是什么团的这样，我会讲这个，就是 NMD 对 NMD， 三本彩不是他，不像啊，他这只眼睛很明显哎，我觉得眼睛很明显，啊对阿卡丽，阿卡丽，哎西西好强哦 ，Hello 三明治。西西好强哦，西西很厉害，有有一手。我觉得我随便抓一抓一样的，真是。这个假男泼饭，假这个看得出来吗？这个嘴巴是谁？我觉得也蛮明显的。灯关暗点哈。嗯，看得出来吗？也是 NMB 的 ，NMB 的 ，NMB NMB， NMB 的，刚刚有出，刚刚你没有讲到。看出来吗？不是啊，彩姐，是彩姐，彩姐，彩姐，对，是彩姐，谢谢粉丝玉萍的追踪。哎，我觉得这蛮明显的、啊，还是因为反光的关系？我觉得嘴巴蛮明显的、啊，就彩姐、啊，我觉得挺明显的呢。切切得分，我觉得很明显耶。哦呦，都掉了。我觉得我现在拿鼻子或刘海，你们绝对看不出来。这很明显，我觉得这很明显。这个应该很明显，我觉得你可以去倒跑，好好好，好假芊芊来吧，下巴有点被卡掉，难怪看不出来啊。对，哦，你们好厉害哦，这个我也觉得蛮明显。Hello， 小易。小易你好，小易你还没有传照片给我哎，你不是说会传那个要我做那个奖章的头贴给我？小易你没有照片，你要传照片给我，你现在传照片给我。芊芊替身，
替身谁？啊、哦、，Happy Love， 刚刚是谁猜对？乔纳森，乔纳森得分，谢谢十月女神弟弟的追踪。喵喵的嘴好认啊、哦，我也觉得他的嘴巴很明显。我怎么都知道是我，因为你的头贴、啊。Hello， 金钟亮，晚上好。嗯，我觉得这刘海很明显，你们看得出来吗？我头贴像芊芊。啊，真的吗？哎、欸，没有，看得出来，不一样。马友不是马友，影分身又是谁？是那个啦，齐青哥啦，谢谢芊芊，谢谢芊芊真情告白，刘海好难是不是？嗯，刚刚有出现过，也是 AKB 的 ，produce 的，应该很明显，我觉得他刘海很明显，看不出来。我觉得他刘海很明显，我每次看到刘海都他，因为他刘海都有点这样，就稀疏稀疏。嗯，对，慧理，千月，嗯，贾纳森沙发，平野火锅不是，我看看这个好不吗？明显刚刚有点看不出来，这个不是 AKB 的，唯一一个不是 AKB， 但是我有追踪的，应该知道吧？看得出来吗？你们一定，你们应该是知道，稀疏，没有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很空气啊，我也是。刚刚的侧脸真的吗？谢谢。这你们看出来吗？好像看不出来，好吧，算了。不是四八，也不是四六，是早安少女组旗下的，是不是有点难？好吧，我们还是换那个48就好了。艾莉，对，对，是艾莉。没饭，早安。没关系，我也没有特别饭早安，但是我觉得艾莉很可爱，所以我有看，所以我有追她。考试范围太广，很棒啊，这样子。Hello， 坤坤。这是一款非常实用的 APP， 它让饥肠辘辘的人。陈大森。四分了，哎、欸，好像是最高分现在。啊，翻追踪名单看的，哎、欸，偷找哦。铃木爱里，对啊，我就是说要预习呗。啊，太多了，我把它弄下去。超多的，一直掉，我把它拿到我一边去，嘿，爆多，呜、哦，你们有很多题目哦，哪天你真可能会改考 TTP， 我考过 TTP 啦，我已经考完一轮了耶。你要挑战吗？我东西都还在。我有考过 TTP 哦，我有考过。谢谢草稿怪兽的金斗云。Hello， 小易，小易，你要传照片给我了没？
谢谢超级怪兽，已经玩过，对啊，玩过。你看今天开到几点？我开到八点半，八点半可以陪你很久。今天你是从深血捡下来的吗？不是，我上网抓的。会有 STU 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因为我没有追他们。我是找我有追的，那、啊、我没有关注 STU。哦，这很明显。对对对，要我有推的才会出现。哎、欸，对，厉害厉害 ，Yuki 的 ，Live 敖芊芊的影分身，好，那就是芊芊的，芊芊得分，都归类芊芊，芊芊家族，再来抽一张，哦，这个也蛮明显的，我觉得，赚到一分，芊芊家族。超级怪兽是 Happy 老人的，为什么你不当芊芊？是米露 key， 谢谢大宝。其实很多都蛮明显的，对不对？很多都蛮有特色的，这也很明显啊。这个应该也看得出来，我觉得。大家就改名，对啊，大家想要搞混我，都一直改名，我每个都要点头贴看，我每个都要看一下头贴。不知道芊芊可以躲比较久。妹子，对，西西厉害哦，厉害厉害厉害，西西真的有潜力耶，不错。老范对不对？只有我是真爱，不改名啊！谢谢芊芊。哎、欸，不对吧？我记得我上次看到芊芊的名字是什么？什么什么美玲的？我记得我看到，爱之王的，对对对对对对。黑皮乐福神推啊！真假？黑皮乐，我才入坑四年多，真假？那你很强哎、欸！入坑四年都可以认出那么多，被抓包有没有？我上次刚好看到，但是我想说哇，偷改名哎、欸，都被我抓到，而且还没改回来。你那个时候明明就已经看完人家直播，然后我那个时候是很晚的时候看，我睡觉前看到了，我想说哎、欸，我都要睡觉了，你竟然还是这个名字都没有改，放着这个名字隔夜过夜，真的是。我都看到了，谢谢剑圈的枫叶，我喜欢补档，西西喜欢补档，为什么来一起玩比较好玩？我来再来翻一张，哦，这个可能有一点难，是楠木版的，不能放隔壁，哎，对耶，我也看到了。欸、其实也还好啦，你们也看不出什么的，你们也看不出来什么那么小。森田，欸，你们好强啊、哦！对啊，森田，欸，森田你要讲全名，不然我不确定是不是同一个。是很厉害，西西要西西你打全名看看，我看是不是。其实我是想说不能放隔夜，哈哈，我想说。原来是灰尘，很久以前的公司照，有我蛮久，这个森田吗？哎、欸，是啊、哦，这个森田啊、哦，好吧，那我记错，那没错，是他没错，谢谢德帆，
不能放隔夜。对啊，你那个名字怎么可以放隔夜都不改？很讨厌，我就看着他睡觉，想说睡觉前就我看到芊芊的名字改成这样子了，真的是影响到我的睡眠哦。七七得分，有点难忍，有点很难，对不对？好像真的蛮难的。我最专情 ，Happy Love，Happy Love 是芊芊神推，是不是？这个，就是，啊，对，这个人，这也是 Produce 48，我知道，这也是因为看 Produce 48才知道他。阿潘推，Happy Love 不是小迪推吗？先定三选 ，Happy Love 定我啊，要那个填我填我填我，不是后藤，不是后藤，我决定了最后一把要指定谁我吗？指定我呀，不是七七啊，好吧。难过，他最近一直跟我说阿潘，今天中午跟我说，音量声音很大，真假？哇 ，Happy Love， 你没有真情哎，你们看不出来他哦，那个啦，春濑沙音，我弟弟卡，谢谢，春濑沙音 ，NMB 吗？对 ，NMB 的。你的也会收啦，啊，谢谢啦，沙音对沙音，你们知道吗？一人三包拎下去，来吧，小易小易，我说了照片，你要不要传照片给我？小易，你要传照片给我，不然我不能做那个呢，我不能做你的奖章。我不能做你的第一名的那个东西，没提示哪个团就爆了，有点好忘记要提示。芊芊知道了，不是这些。哦，元宗耶 ，Hello 元宗，元宗好久不见 ，Hello。沙音长相很有特色，对啊，而且他最近都是那个，他最近都中分。我觉得中分超适合他的，我觉得中分比刘海好，我觉得他比起刘海，我觉得更适合中分的发型，就很帅，有一种帅帅的感觉。Hello， 元宗，元宗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来这个，我觉得嘴巴蛮明显的，那个乃木坂的，乃木坂的，有没有抹茶的啊？这他的。他浮在我的早期推里面，飞鸟，对，飞鸟，一会儿下播传给你啊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小易，记得传给我哟，嘻嘻打扮，我的中秋奖金就来买你的，买我你的跟三线，哇，可以，非常可以，谢谢 Happy Love， 非常的可以。飞鸟最近蛮常来台湾的，真的吗？我没看过他。沙音有自创服装品牌，真的假的？我是最近才开始追踪他的，因为我觉得他很帅，就是有种帅帅的感觉，就我很想要像他那样子，其实。其实我也很想要走那种，就是可以帅气的风格。我其实也很想要，蛮崇拜的，像沙音那样子。啊，谢谢远东的紧箍咒，爱死哎、欸，爱死 ，Hello， 谢谢爱死的新之冠，爱死，有没有看到？我叫你。
你昨天说的，绑了高双马尾哦，我绑了高双马尾耶，你有没有看到？艾斯，艾斯，艾斯，我很棒，对不对？我挺好、哦。巧，一个分享同一天生日，那么厉害，那么巧，我都没有跟谁同一天生日，我也好想要有跟谁同一天生日，我也好想要有跟艺人同一天生日。偷偷跟你说，这次握手会有登机两张，谢谢，谢谢燕轩，等你来找我，好像有点可爱。谢谢艾斯的称赞，开心，可爱吧，可爱吧，超可爱啊！谢谢芊芊，谢谢芊芊的贵族玫瑰，晚一点生就能跟你同一天，对，是没错。嗯，好好，我去找找沙鹰的品牌，我接一下。晚点去查一下。哎、欸，啊 ，Hello， 国树，上课上课中吗？上课加油，国树 ，Hello。啊，艾斯，谢谢艾斯的告白气球，谢谢你。咦，我今天要非常非常的努力，我是努力。我今天是可爱风格，可爱路线，我讲话都要很可爱，我连讲话都很可爱。谢谢黑米豆的玫瑰，来个截图时间吧。哦，好啊，也是好，没错，可以的。啊，谢谢 Happy 老吴，上课偷偷跑来看一下，还好你有来呢，不然因为我会绑，就是因为你昨天说刚上班我有采访的。结果如果你没看到，就真的蛮可惜。嗯，我只有平民玫瑰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谢谢 Happy 了，一真乐乐，对呀、啊，我是萝莉哦。谢谢芊芊的麦克风，谢谢。啊，最后给你们个截图时间，晋级的萝莉。我这样看起来就像很小只啊，我这样看起来像几公分啊？有没有看起来像150几？谢谢芊芊，谢谢芊芊。Hello， 晴湖，晚上好。那我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比较像150级的？对的小妹妹，有没有？还是看起来一样很高，会吗？没有，171左右，真的假的？你们认真吗？还是看起来那么高、哦？啊，我以为看起来比较小只哎，原来没有吗？二米级。那太夸张了，那个没有二米，太夸张了。哎、欸，还是17几、啊，好吧，可惜。哦，谢谢，谢谢芊芊的啾啾你哦，嗯，谢谢你。上半身是高的，那我要再躲下去一点，渗头就好，留头就好，这样看起来会比较小只。你不管怎样，芊芊都爱你，谢谢。高大萝莉，好，我就当高大萝莉。不爱我？哎、欸，怎么会呢？他很爱你啊 ，Happy 的。脸是高脸，真的假的？看出来哦。可是之前我就是刚甄选那个时候，那个工作人员看到我的甄选照片，就是只有头贴的照片，然后他就说我以为你150几耶，他看到我他就吓到。那个工作人员看到我就吓一跳，说：“你的照片看起来像150几，你本人怎么那么高？”所以我还以为我如果只看脸的话，可以装150几，原来不行了。只看脸还是不能装150几嘛。想当初还有人看我的照片，以为我才150几，太可惜了。所以还是看起来很高，可惜可惜可惜。这个来。再来，啊，我一直按错，这个眼睛，
就是嗯嗯鼻的，大家看到丽卡就已经觉得很高，因为已经知道我的关系了。白尖，哎、欸、对，哎、欸、西西你真的很强，哎、欸、西西超快，对，是他没错。我以为你才150几耶，不要这样，我是问你们真心话，不要这样子，讨厌。没有，你们要真心觉得，你们才可以讲。如果是照着念就不用了，照着念就不用了，谢谢。眼睛好认，我也觉得他眼睛很明显。我现在都拿比较简单的，比较好认。像我觉得这也很好认，这有没有看得出来？我觉得这眼睛也超明显的，看得出来吗？这是前 N 哎、欸、前 SKE 成员，有西西但不用猜啊！哎、欸，怎么那么快？哇哦，西西好快哦！对，是林奈，西西超强啊！西西怎么那么熟悉啊？西西一瞬间就九分哎，超强！先去跟美女打个招呼，好啦好。好哦，芊芊，等会见。啊，这样还是老了啦，真的，真的很厉害。哎、欸，这个你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？果然是老粉丝对不对？我还在，知道谁是真爱的。谢谢，谢谢 Happy 啊，西西连给手指头猜出来，真的吗？有那么猛？我等下给鼻子看猜不猜出来，鼻子超难猜的。高桥如也不是啊，是那个楠木板的前成员。我基本上考都是以前的，看出来吗？楠木板会比较难猜，因为楠木板没有 IG 可以追踪。修哲，哎、欸，修哲看出来吗？不是神奇，那位啊，对。是奈奈喂，西西超手去当侦探，搞不好还可以哦。对，是奶奶咪，强大神得分，强大神也是老粉丝呢，很厉害。看看还有谁。哇，这个这应该也蛮明显，我觉得蛮明显。沙喜，哎、欸，对，蛮明显的，对不对？我真的觉得眼睛都是很简单。听好声写的，耶、，Happy Love， 你很棒。Hello， 小天天，西西又得分，西西十分了，超强！我觉得沙喜 的眼睛超明显的，就是非常沙喜。哎、欸，我看看，我好想拿鼻子哦，但是我觉得鼻子你们猜不到。啊，这个好了。非常傻气，真的啊，就是很明显。这个呢，这看得出来吗？这好像啊、哦，这刚刚有考过，但是眼睛比较不明显，好像有点难。刚刚有出现过的，他眼睛比较没有很特别，对，他的特征是牙齿。这是，哎、欸，这是哎、欸，等一下 ，AKB 的，对 ，AKB 的前成员已经毕业了，演唱会很大，因为演唱会办的很大，啊，然后还有开服饰的品牌，还有自己开服饰品牌，
芊芊要多久了？芊芊超久了，她都还没回来。打招呼，打招呼，打招呼很久。哇，对，娘娘，谢谢，太厉害了。看耳朵判断的，看耳朵，哎，太强了吧，耳朵还可以看得到。哇，小看你了。啊，这超可爱的，你们看得出来吗？我觉得脸型还蛮明显的，很可爱。是 AKB 的，也是已经毕业了，也是前程的。我觉得耳环很明显，你们对耳环有印象吗？马友，不是马友，鼻子出来了，对啊，鼻子哦 ，AKB 的前成员。嗯，很漂亮。哎，超强！你真的超强的，对，帕露露，你好强哦，谢谢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看起来像没五官。对啊，这个因为这个印就是印那个印出来就会有点不明显，因为太亮了，这就很这个照片很白，印出来就不太明显。哇，这你还看得出来，太强了吧！西西看出来，那太白了就帕露露。对，真的。她很漂亮，超美的。哎，我觉得这嘴巴也很明显，这个笑容很明显。她很多张照片都是这样笑，这看得出来吗？打招呼十分钟，哈哈。哎，皮拉，我真的很好笑，真的打招呼打太久了，打了十分钟了，是不是？不要跟 AI 比。很强哎，西西超厉害，这个是那个啊，那个 NNB 的，身材超好，我觉得嘴巴很明显，他笑起来就是长这样，看出来吗？美猴，哎，对啦，就是他，对对对，对，米露露。七七，你是听我提示猜的，还是真的看照片猜的、啊？真的看照片的话就真的很强，因为我觉得很不明显，我觉得你们看可能很不明显吧，因为一直反光。烤刘海你们是不是不行？烤刘海太恐怖了。啊，这眼睛应该也蛮明显的，我觉得啦，我不知道你们，我去那边找他们比较快。我也觉得，芊芊超久了，啊，没关系，让他慢慢打招呼吧。Hello， 医生，笑就是牙齿会有特征。这个哎，这样，楠木板的，刚刚有出现过。打招呼十分钟，看出来吗？楠木板的，毕业的。也是毕业了。Hello， 一超晚安。我来去那直接找他，比较快。我也觉得，对，没关系，再让他打一下招呼好了，给他一点时间。不是飞鸟，飞鸟眼睛不长这样吧？我要找飞鸟的眼睛。飞鸟在哪里啊？太多了，找不到。桥本，对，是他，没错，是，就是他。Hello， 芊芊，芊芊回来了，嗨，芊芊，欢迎回来。嗨，西西，回来啦。Hello， 龙骑士，晚上好。乱猜的，真的那么厉害？回来了，欢迎回来，芊芊。Happy Love， 对 ，Happy Love， 那个名字打你打招呼十分钟，我去帮你抓人的，谢谢。没关系啊，让他慢慢打招呼啦，不要催他，没关系。有回来就好。Hello， 瑞德。
找不到飞鸟眼睛耶，太多张了，有点乱。那我摄取一下。看时间。嗯哼。爸爸回来了吗？回来。哦，真的。谁的眼睛？我在找。谁的？那个飞鸟。飞鸟，因为什么？妈妈说。好多、哦，算了，我还是先随便拿一张。哇，好多、哦！先把眼睛装起来。我记得我飞鸟。我刚刚已经打上回来了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太多了。啊，这好难！你也不能猜这两个人，这两个怎么会想？看出来吗？有没有猜得出来？先猜上面的好了。我刚刚一拿到的这两个，我就觉得哎，怎么那么像？再看，猜看。这个真的是就是很上面帕露露，哎，你好强哦！对，这是帕露露，这个看出来吗？这看得出来吗？好好反光，这是乃木版的，乃木版的才有。我好像挡光挡不到，不是期待。花，对，是花花，哈哈，厉害厉害厉害，厉害，超多嘞，真的是很多。啊，不是大牌。我记得我是写中文。真的吗？啊，找到了这个，你看看出来，超明显。是写中文吗？不是。我写中文。啊，不行，我都讲出来了，我还给你们看，真的好笑。你看这么多，那你看看。谢谢健轩的金斗鱼，来。哎，你怎么把它放进去了？好恐怖、哦，好超多的。这还好啦，这都剪出来了。也是给他们，每个护费，每个踩下来都要花。谢谢柠檬檬的追踪。我这三个多小时。什么？你没听到吗？骗人！你没有听到。来，这个这是谁的嘴巴？我觉得很明显。我觉得这应该不用提示吧。我要把多张释放。哎，不行，我要，不要太夸张。这个真实。没电话，白石，哎、欸，对，白石，这超明显的，他的字很明显。哇，西西直接十五分，超快，这很难，真的看不见。这个呢？这个眼睛？西西真的很强，对啊，直接第一名了啦，西西。哎、欸，对，是飞鸟，没错，飞鸟，我考过了，考过了。认人很强，这回考过了，我考过了，超好很多了，超多。我要来考嘴巴。这个好了，它很长，是要玩到全部完结是吗？我很想考鼻子，但我觉得你们看不出来。弟弟轻合唱中，哦、好啊。这个哦，我都还没有提示，就竟然讲出来，超猛的耶！这两个，好厉害，这样看得出来，超强。这是谁啊？一起啊！我、哦、好难哦。这西西太强了，超厉害！这两个超像的，好嘞。恶趣味。这两个嘴巴超像，看出来吗？看出来吗？我看看，
上面的是 SKE， 下面的是 NNB 的前成员。不是奶团，上面是 SKE， 下面是 NNB。松井朱里奈，哇，哎、欸，好厉害哦，超强，猜出来哎、欸，哇、哦，星星真的很猛哎、欸，好厉害哦。对，上面是小猪，好强哦，星星。那下面的 NNB 的 ，Hello 日升，你好，这我考过，再帮我看一下，再看出来吗？这么考过呀？不是白坚，他还没毕业啊，这是 NNB 的前成员。你要比考进来还有人吗？出现过了吗？有，这个刚刚有考过，他的眼睛。看错吗？麋鹿，哎、欸，对对对对，是麋鹿，没错。这我刚考过。那我换一个，再给我。这我考过，这我没考，这我还没。健身得分，是麋鹿鸡，麋鹿鸡，西西难得答错。哎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靠鼻子是太难了。哎，我觉得这刘海很明显，你们看得出来吗 ？SKE 的前成员，麋鹿的嘴巴好可爱，我也觉得。Hello， 菲尼莫叔 ，Hello， 阿春，我都考过了，看出来吗 ？SKE 的前成员，我觉得刘海蛮明显的。他前期的啊，他前期的都这个发型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林奈，林奈。没有啊，鼻子发鼻子跟刘海几乎没考过。那鼻子跟嘴巴一起。鼻子跟嘴巴一起考很难，不是吗？不考林奈。不太难了、啊，鼻子很难。鼻子超难的，鼻子不行。先这个，先这个。这个嘴巴 ，NNB 的 ，NNB 的现役成员。楼下第七名。真的。嗯。第七名。真的。我太冷了。哦，很安静了。对。哎，对，朱莉，你好 ，Hello 零零二 ，Hi 余泽，那份的份，考个鼻子来看看。明显一点的鼻子，有些太白根本看不到。对对，可以吧？我觉得先这个好，这比较明显的感觉。可是太白，你看超白都看不见，整个像就是有脸，都快看不到鼻子。那真的都快看不到鼻子了。Hello 黄鱼，都好白哦，都看不到鼻子，这就只能靠提示。他鼻子都不见了，哎、欸，这样看他鼻子都不见了，超白，完全看不见。妈哟，不是不是，那个已经毕业的，然后 AKB 的已经毕业的，演唱会超大，毕业演唱会办很大，那一个，娘娘对娘娘，稍等，我猜。你都好白啊，我都看不见，超白耶、欸！糟糕，我们这些好多都看不太到，是刚考吧？这个，这点白啊？很明显啊，这个。这是谁啊？他这好怪啊，不要。喂，哪里怪？你是他？不是，耳朵啊、哦，也是耳朵，好厉害。这个看出来吗？这个很明显，是超明显的。我觉得下一次加个看耳朵好了。好啊，哎、欸，对，半夜，昨天是强强先答对，
西西的粉啊，西西已经18了，超强，超多。谢谢阿成的筋斗云，爱琪琴 ，Hello。哎、欸，时间快到了，我是不是要先给个截图时间，免得来不及？干嘛？干嘛？怎么了？没事。再考一个那、這个，这个谁吧 ？Hello， 谢谢建轩的魔杖，谢谢日升魔杖，截图时间。对，等一下，这个你们先猜完这个，也是 NMB 的 ，NMB 的，然后有参加 Produce 48。看得出来吗？哎、欸，对，沙溢，我觉得我提示超明显的。好，我们先来个截图时间好了。哎、欸，我应该带我的猫耳才对，真的是，可惜。我的先我的代表支持，嗯，我音乐呢？谢谢。要不要再喷？不要喷，打你哦。弟弟要对我喷酒精，不要乱喷，最好是有特效，你去撒那个缎带就快。再见。别乱弄，很烦哎。今天对弟弟好凶，因为他对我喷酒精啊，他刚刚拿酒精对着我要喷哎、欸，我当然要骂他。弟弟让我吓疯秃了啊！姐姐，不要乱撒好不好？不要接疯秃，眼睛扎到一半。嗯，不行，那个不行，那个请删掉，谢谢。对的，再弄一半。我就知道，好不容易写到封图，不要截封图，坏！为什么今天眼睛特别大？我眼睛一直都那么大，只是今天有戴隐形眼镜而已，我平常都没戴。你都在放什么歌啊？我没听过。谢谢日升墨镜，第一次买14包，14包，好吧。太久没来，太久没看到你凯了，觉得我变可爱了，谢谢。是什么啊？是哪来的歌？我没听过。是啊、哦，我没哦哦，然后难怪我好像听过。我说奇怪。KDT 的片尾曲。耍白痴找片也给你们解解一下，你找他测你可以叫到底。
快点，双方男委的都在做什么动作？这样子抓着甩来甩去。这样。哎，等等等。没有，不是甩，搞笑动画。嗯，这样。搞笑动画。啊。啊，录那个，录 GIF， 做成 GIF。用双方委打的。喵喵 pose， 那我先整理一下我刘海，我刘海得慢掉，刚刚甩头甩在那里。我听过，你放过，我不会唱，我只会第一句。Demo sona jadame， 我不会唱，我不会唱，我不会唱。有罗马拼音。哎呦呀！哎，有罗马拼音。啊，真的、啊？对。我不会唱，我没有唱过，我只会第一句。啊、哦，我真的不会。啊，来来。我这个我会。我不会。有点快。哦，好，西西拜拜，西西拜拜拜拜，下次有机会还可以再来哟。来啦，一花唱起来，你们知道。我最爱第一句。对吗？上那家大妹。太可爱了。如果有空，对啊，因为星星很忙啊，他要实习，所以如果有空的话，可以来找我。上那家好啦，那家呀啦，家那家哦。谢谢强大声。现在听到香菜就是很很哦。可是这个角色的个性有点不同的情况。你那么想入镜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只看你而已。我看你而已。你可以鼻子进来一点点这样。你可以头发、啊、刺刺头进来一点点。哎、欸，可以哦，哎呦，可以哦，还不错，快点，我帮你做。要你看留言，我在看、啊。哎，我帮你做。无聊、哦。大家也要你看留言，快去看。不要，很无聊的，很白痴。哦，好玩。不要、啊。快点，够大，你的脸可以被我遮住。真的恶心耶！交代了。哎，你还真的要？这么认真是不是？不要，好恶心、哦。给你教主相片，要先去背吗？我你给我什么我就印出什么啊，看你觉得你想要去背的还是直接来，我帮你挡。哎，不要我帮你挡。不要，我可以出现，我这里就看得到留言了。而且我要选歌，没空。你们猜得出来这样是谁吗？超恐怖，好多、哦，超乱，猜得出来吗？我是有点难整。有白石跟奇来，没有白石，有奇来。弟弟你还在吗？还在啊，他在旁边。怎么是双马尾？在呀、啊。
好，今天是可爱的萝莉，小心一点啊。好香哦！娱乐净土是什么？弟弟都不畏惧，你有看到人家留言？他跟你告白，吻我，天天去玩 Happy Love， 哇，谢谢，哦，谢谢 CKUNK 的八百种念法的好多玫瑰，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首歌？谢谢，应该不会不知道。伊卡，我先下，好，休特，拜拜。小姐拜拜，下次见。弟弟低调一点啊，低调一点啊，听到没？要跟一泽告白，哎，谢谢，千本千本。哦，哎，我听过这个，我不会唱。怎么也没唱？什么是 ICBM？ 什么是 ICBM？ 你头发出现了，你头发出现了。在问初音粉。我在初音的歌。应该不是吧，我知道他有翻，这很多人翻啊，我听过很多版本啊，我听过超多版本，所以我也搞不清楚以前玩 OSUB 版。你说 PS 碰那种东西吗？什么是 ICBU 啊，什么是 ICBN 啊，那刚刚歌词有初音的啊，哦，是初音的，哦，所以是他的，哇，我都不知道什么飞弹的吧， ICBN， 哎，真的，哦，ICBM 飞弹啊，原来如此，学到一课了。你不要看呆了。我在看啊，他这个影片做很好，很漂亮。我有看过那个。小泽，拜拜，礼拜天见。哎，对，礼拜天见啊！礼拜天表演，好恐怖，我超紧张的呀，怎么办？有点紧张了。时间到了，哎，对，时间到了，好啦。可以听和乐器乐团版本的简单音，我好像有看过，就是我记得主唱是女生，对不对？我看过一个版本，是背景是白的，然后就有，然后就像乐团一样在表演。就是主人唱的版本嘛。对对对，这个很酷哎，很帅。哦，好紧张哦，星期在表演。yeah， 那我们星期日啊，星期日来看我表演哦。我来念，我先念排名好了。哦，唱的厉害。哦，这个，哦，我看不这个，不一样，我看不这个。我说这个女生长不错。哦，这男生好壮啊。帅。YouTube 了又。礼拜日芊芊要收假啊，我知道，没关系，没办法，没关系。啊啊，礼拜天表演，希望顺利。哎，对，我的 catchphrase 到底要说什么？还是我们先，你们有没有那个，推荐的，觉得适合我的，有没有 catchphrase？ 有没有适合我的？我还没有想好我这次要说什么。有没有？可以介绍给我的 catchphrase， 最爱芊芊的离开。哎呦，不错啊！哎，对了，我先说，我会前面加一句，然后后面我还没想好那句是什么，但是反正我前面会有一句，然后后面会说，就是可能讲我的名字之类的，喜欢小火车一阵，反正我最后会说加一阵，然后你们就喊离开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好不好？这样子好不好？反正我讲完我的名字，你们就喊离开，这样子。OK， 那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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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讲一阵，你们就立卡，这样好不好？我是小火车长，立卡，弟弟头曝光了啦，哎，欸，你头可以看到了啦，有吗？对啦，
你不要一口进来，真的是。你昨天晚上吃完了吗？还有萝卜糕。那其他的呢？哦，炒饭。对。嗯。哎、欸，这是很好。练习一次，我还不知道我前面要讲什么啊！你们有没有好讲的？啊，好了，那先啊，小火车车长一，然后什么啦？我讲什么好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喊钱钱？我想看，小火车车长讲一阵，然后也喊呐。啊，喊你卡！我讲完，不是死的船长，什么死的船长？车长，啊，不然你是死的车长。自我介绍，我问你一下，我不知道我前面要讲什么、啊，还没有想好我前面要说什么。小火车出发，小火车出发，嘟嘟，我是车长贾一真。然后你要喊你卡，还是喊穿，还是喊什么？车长。啊、不行啊，到时候 还要现场解释啊、哦！不要，那算了，我们还是不要说小火车，还要现场解释就算了，小声一点，你都没有配合我，你要喊呐、啊，你都没喊，我忙着唱，粉丝到底叫李宝还是小火车？李宝啊，小火车是一种招式，李宝的专属技能。李宝专属技能，字界不要太长，会了。我知道啊，所以我只要一句。我想说，可是我真的想不到我要说什么，可以简短的，介绍我的一句，我就不知道说什么。你们觉得小火车李宝？我们就小火车出发了，嘟嘟，我是贾一真，这样子。哎、欸，还是啊，不要啊，小火车一定会有人问小火车是什么，我要再讲一次这个。这个偷窥的东西，然后那个可能那个工作人员听到，直接先把我抓回去，说什么不要乱叫，直接被骂，不行，啊，反正就先就假设我讲完前面，假设我讲了一句，然后可能说，我可能会讲我是贾一真，或是贾一真这样子，然后你们就喊你看，就这样子吧，暂时先讲好了，我前面要讲什么再思考一下。小火车好像也不太行啊，等下小火车又，如果现场解释就尴尬，就糟糕，不行，会直接被那个被工作人员抓红一些。小火车李宝芊芊完全体，哈哈，哎呦，黑皮佬很会取 ，TTP 第一高的美少女，我自己这样讲啊，好尴尬啊，不行啊，自己这样讲，自己说耶。会被呛，自己说，不行，啊，算了，反正我再想想看我要怎么讲，比较自然，顺眼，顺耳，顺口，对，差不多就这样。车长，哎，我车长我。贾铁城。截图等下小盒子哦，好，谢谢。我要收美照。四十五五啊，怕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就是啊、哦，你说那个啊，不行，我害羞。可以说想坐小火车的，请来一阵直播。哎，对耶，哎，有道理哦。还是我就真的讲小火车啊，我就真的直接来，嘟嘟，火车出发了，我是火车车长，我是小火车车长贾一真，然后你们就喊 Mika， 还是你们要喊车长大人？还是你们要喊？你们要喊什么？你们要喊什么？你要先统一一下，你们要喊什么东西？你要喊丽卡还是车长大人？小晴相片传了，好，我会去看，谢谢小易。嘟嘟的，嘟嘟，火车，小火车出发了！我就这样讲，喊嘟嘟比较厉害。哎，对吼，好像也可以哦。你们再统整一下哈，我觉得看看你们最后决定要叫什么。嘟嘟吗？我是嘟嘟，小火车出发了，我是小火车车长贾一真。然后你们喊嘟嘟吗？这样吗？这样好吗？还是要喊丽卡？你觉得呢？你们觉得嘟嘟比较好吗？啊，如果可以投票就好，直接开个投票，看大家要叫什么。每个人耍个动物。
你们觉得嘞？多多嘛？啊，你们在讨论好了，这样一起决定一下。多多火车，海丽卡吗？你用 IG 现实动态，丽卡比较好。哦，对吼，觉得有印象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像喊名字，好像一般都喊名字，对不对？我看日本的，好像都是喊名字吼。我很闪。丽卡，好了，那我们还是喊丽卡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 TTV 的小火车车长小怡真，丽卡。没有没有，我觉得粉丝还是喊丽卡比较好。对啊，这样比较能让可能不认识我的人比较能有印象，就哦，原来叫丽卡、哦、之类的，这样好像比较好，对不对？比较有宣传效果的感觉，比较能让不认识我的人知道我是谁。还是喊丽卡好了，我觉得你们就喊丽卡。我就说，多多小火车出发了，我是小火车车长蒋一真，你们就喊啦，喊啦，很快，一直看我的手机，还我。好好好。我是斗焕平四引擎连车蒋倩倩，好长哦。哎呀，你都不喊，好坏哦，真的是。你在。你要不要下去？我要下去。那你可以还我吗？还我手机。一直抢走我手机，很讨厌。哦，这个我知道，我听过。好听啊。我知道好听。不会有班长在这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啊，那这样，那我们统一喊丽卡。弟弟都不配合，不要理弟弟。你要配合一下来啊。我已经讲很多次了，我已经羞耻很多次了。谢谢日升，你干嘛？我讲完假一真的要喊丽卡，粉丝没喊也会跟弟弟一样被打吗？当然啦，直接打你们，怎么不喊？不行，我会难过，你们要喊。谢谢剑玄风烈，谢谢日升金斗云，要喊啊！听到没？要喊啊！哎呦吼！喊，他真的很坏。好，然后羞耻最后一次就结束。嘟嘟小火车出发了，不要笑啦，笑什么啦？哦，你很烦的、欸，你很烦的、欸，在笑啊，很过分哎、欸！我刚刚讲了三次了，你都没听，笑什么啦？要喊啦，听到没？大家准备好了？很坏哎、欸，认真啦、啊！不要笑，不要笑，我也会想笑。啊，再来一次，大家准备好哦，准备好了、哦，嘟嘟火车，哎、欸，不是讲错了，小火车，你不要笑了，嘟嘟小火车出发了，我是小火车车长贾一真，笑，好哟，喊吗？我喊了你卡，大声一点，你又没有喊，你很坏，太小声了，没有人听到。啊，丽卡，好，谢谢，我自己喊，真是很坏哎、欸，好坏、啊，谢谢，哦，谢谢，真情告白，谢谢，我手都红掉了，好痛哦，我才红吧，都不红，都不喊，欠揍，想被打，真是很坏，啊，喊别乱，哎，好痛哦，你干嘛？谢谢 Happy 了我的玫瑰，好啦，我念排名了。换歌了。我来念排名的，哇，好痛哦！第一骨头好硬哦。哦，每次打他痛都是我，真的是好痛啊！谢谢日升 Love You。现在念排名了，英雄应该打我才对，芊芊别闹，好，来，一二三四，哎、欸，你放那个来，那个齐不是有唱一首很安静的，很好听，骗我去啊！我忘记了，他有唱，反正一首很安静的，很神话的，我记得好像是什么希腊文，歌名好像希腊文。你真应该打我，
躲在弟弟身后的李卡欣，听到了没？萨卡斯又萨卡斯，不是这首。放一下。Europe 吧 ，U U 什么的。是我想唱，不要弄坏这首，我也觉得。痛，好痛、啊。小名是 Ben， 谢谢 Ben。茶拔刀神曲，拔刀神曲。哦，拔刀神曲，我知道啊，我有听啊。第八名是阿巴，谢谢。第七名是强纳森，谢谢。第六名是齐静，谢谢谢谢。第五名是 CKU 二 K 的八百总剑法，谢谢你。第四名是艾斯，谢谢。第三名是 Happy Love。第三名是小火车里保千千完全体，谢谢。哎、欸，我刚刚有没有念错？第二名是袁中，谢谢袁中，谢谢你，谢谢。第一名是李保千千，谢谢千千，谢谢你。你那个回那个回兵营也要加油啊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加油，要加油哦，千千要加油，我也会加油，谢谢你们，拜拜，可以帮我加油吗？完全体加油，Happy Love 加油，拜拜，下班看到现在还没吃，哎、欸，跟我一样，我们一起去吃饭吧，拜拜。